你是谁？你不是杨三山，杨三山没有你这么年轻，你到底是谁？ 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死不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是属猫的，就要命，死不了。把他给我弄进去。你说卢长胜回来了，还把杨三杀给带回来了？对呀，你说这俩人的命，太大了吧？ 黄警长，你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要干嘛去啊？干嘛去？把杨三杀抓起来，老子断指之仇不报，名字就不配有个熊字。不是，哎，天雄，你上哪去呀？先把药喝了。不喝了。哎，哎，天雄，天雄，内脏没有什么问题，观察几天看看。 左侧肋骨三根骨折，腰椎骨折。幸亏你们处理得很得当，没有造成更大伤害。现在的情况也只能简单的固定一下，静养了。让开！哎哎哎！你们怎么可以随便闯进病房的？你们果然在这儿啊！卢兄，恭喜你大难不死，救命之恩稍后再谢。啊！给我走！病人现在不能下床。 头，陆兄，你们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啊，这哪是杨三杀呀？你们这不是糊弄我呢吗？铁头，为什么是你？ 看来我让你不舒服了。你们认识？卢兄，这哪是什么狗屁的杨三杀呀？杨三杀20年前杀人放火的时候，他还在喝奶呢。这就是我们家一下人，几年前被我们家扫地出门的一条狗。没错，当年我是你们家的一条狗，而且是那种不会咬人的狗。 从被你赶出黄家以后，我就天天练战如何去咬人。怎么样啊，黄少爷？这一次被咬疼了吧？至于要跟一个快死的人交情吗？陆兄，这个人你们必须要把他交给我。 虽然他不是杨三杀，但是他顶着杨三杀的名字犯了不少的案子。我必须要带他回警局受审。那你也得等他脱离生命危险吧？你总不能带一具尸体回省城吧？别忘了，你是警长。既然这人是你家的下人，难道你就不怕有人向你的上峰禀报，你有公报私仇之嫌疑？好，不愧是金山客，还是你们能说。行，我亮太也插翅难飞。
你们最好看好了，我过几天再来抓他。文总，文总，小刘啊，小刘姐，你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，都2天没吃东西了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！你少说几句吧，你让我安静一会儿。 静雯啊，你少吃一点吧，哪怕就吃那么一口。你要是饿成个三长两短的，妈怎么活呀？你们爱怎么活怎么活，反正我是不想活了。静雯，你别说这傻话，你都把妈吓死了。哎呀，你们都出去出去，我不想听你们说话了，你们让我安静一会儿。 等一下，不对呀，我怎么躺在这儿呢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什么都没见着啊，怎么能证明他死了呢？小樱桃，把饭拿给我。哎呀，别愣着，快，小姐要吃饭了。啊啊！来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快，备车。 你脚踩风火轮，你火急火燎要干嘛去？我要去天禄山，去天禄山干嘛？找龙山上，有人说他死了，我不让他死，他敢死吗？烦死了！静雯呐，你别这样让妈着急，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吧。你说，那男人没了，咱可以再找一个呀。这要是命没了，那可是吹灯拔蜡的，什么都没了。阿南，赶紧备车。小姐。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了，天禄山山高路险的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这老爷太太……让你去你就去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！哎，行了行了行，别拦着，让他去，啊！回头等他也掉下悬崖，再让那个卢昌盛去救他，哎，就这么来来回回，你救我，我救你，多感人呐！放你妈的狗屁！你少在这幸灾乐祸，你别以为最近你在外面干了什么事儿，我不知道。 一会儿让你罢了教训你，二妈，瞧您说的，我这是开个玩笑，我心疼我妹妹。静雯，你别闹了啊！卢昌盛毫发未损回家了，你现在是大英雄的未婚妻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还有空在这瞎嚷嚷？你去，去他家找他去！你还不闭嘴！ 滚回自己房间里去！你要是瞎搅和，我就给你动手了。哎，阿南，赶紧备车。哎呀，我的妹妹，我的妈！你们怎么连好赖话都听不明白呀？听我说，那个卢昌盛真的回来了。这个小子，他这次是巧施妙计，一举端掉了匪巢，生擒杨三杀，成了大英雄。没想到他文质彬彬的，下手还挺黑。 真的，我要是瞎说一个字儿，让雷劈死我！哼，老天要是长眼的话，早就把你劈个稀碎了。二妈，就说我不是您亲生的吧，也不至于这样咒我呀，太狠了吧！你说什么？阿爸，二妈她不盼我好。你之前在说什么？哦，卢昌盛那段啊。卢昌盛人呢？ 他带谁回来的？杨三杀。阿南，老爷，备车。是老爷。你叫铁头，你为什么假扮杨三杀？他身上血债累累，你就不怕招来无妄之灾吗？ 3年前我被赶出黄家的时候，就已经死了。你见过杨三傻吗？没有。杨三傻，我
我跋涉重洋，费尽心机，结果还是没找到你。你跟他有仇？不共戴天。那你跟他应该不在一个天底下了。什么意思？20年前他就死了。那不过是个传言。我不出现的话，所有人不都是这么认为的？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是不会相信他死了。就算他死，他也无法赎清他的罪孽。我劝你还是信了吧，不要白耽误功夫。你为什么那么确定他死了？我这个13杀虽然是假的，可那张面具却是真的。 从表面的氧化程度来看，这张面具应该有年头了，至少不可能是近几年做的。铁头应该没有说谎。确实，他与杨三杀的年纪相差得太大了。长生，你回来了。伯父，我也是刚回来，还没来得及通知你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静雯在家，想你都想疯了。 这下他总算是有救了。卢长胜，你吓死我了！回来也不去找我。杨三杀，伯父认识这个面具。像我这个年纪的人，在赤坎，没有人不认识他。虽然时隔20多年，我还是不能忘记。 这张恐怖的面具，杨三杀人呢？他不在这儿。不是说你抓回来了吗？我们抓的不是杨三杀，那是谁？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卒，原来是皇家的下人。哎，大少爷！ 你说他就这么一声不吭跑到天禄山去交委去了？你把你阿妈和你媳妇放到什么位置了？啊？你的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有没有这个家呀？不孝啊！伯母，你也别太伤心，他这么做也是为民除害的好事。 谁指望他了啊？谁指望他了？在美国待了20多年，开平的老百姓不照样生老病死没耽误吗？不回来没事，这一回来倒好，害得我跟美姑都没有办法活了。你别走了，你别走，不是。 我回来了，美国。我再也不缠着你了，我这就走，我这就走。
对不起，米姑，我不是故意躲着你的。可能有些事情你不一定理解，但是为了事业，我必须放下我该珍惜的东西。 他这是怎么了？他中毒了。好好的在医院怎么会中毒呢？他的饭可是你们送的，我就为了他几口，他就说口干不吃了，说不定是你们自己的饭有问题。谁给他送的饭？不是医院给配的餐吗？你们不是又来人说不要了吗？送饭的人长什么样？就是云吞仔呀，谁都知道他家的店就在前边的街摊上。 他们家除了云吞面，还卖烧鹅饭吗？没有啊，他在只卖云吞面啊。你看这小孩啊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哎呀，好可怜啊！我的孩子啊！云吞仔家只卖云吞面，但是他却给铁罗送去了一份烧鹅饭，然后回到自己家中中毒身亡。解释啊，只有一个。 那就是有人出钱，让他送了一份有毒的烧鹅饭给铁头，目的就是要毒死他。可怜的云吞仔看见了烧鹅没忍住，结果悲剧就发生了。铁头因为有伤没吃两口，云吞仔要是偷吃了两口，也不至于马上没命。这只能证明，云吞仔是被下毒之人灭的口。欲盖弥彰，死无对证，这个人心够狠的。 现在铁头是打开真相的钥匙。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这件事情跟真的杨三杀脱不了干系。从现在起，24小时保护铁头，除了你我，谁都不能靠近他。好，阿弟，卢昌盛他仗着自己手里面有民团，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他这是要跟我在开平分庭抗礼。稍安勿躁，你这个脑袋。 什么时候能变得清醒一些？要不是卢长胜出手，恐怕你这小命啊，就丢在天禄山了。别一天到晚耀武扬威的啊！凡事啊，多用脑子想一想。你看看人家卢长胜，爹，您这是在长他人的志气，灭自己儿子的威风啊！威风和志气，不是靠嚷嚷出来的。 是靠本事实实在在干出来的。卢长胜这个人不简单呐。对了，我问你，你对铁头做什么了？你说呀，你对铁头都干了些什么？为什么他要跑到天禄山去当土匪？ 让我吧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我又欠你一次。知道是谁对你下的毒手吗？恨我不死的人可能不少，但是要对我下毒的。 却一个也想不到。或许我是在替杨三傻受过吧。
我也正想问你，那个面具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这个问题，你要去问黄鸿儒。黄鸿儒，那张面具就是在他们家的灵堂找到的。 今天要跟我说实话，铁头为什么从咱们家跑了？为什么与咱们黄家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？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？铁头带着妹妹出去玩，想趁机非礼一家，我这不就教训他了一顿，然后他自觉理亏，没脸见您，他不就跑了吗？还在撒谎是吧？您要是不信，那我也没办法。 宜家，你说说怎么回事？哎，铁头，铁头，停下来！怎么了，小姐？我也想骑一下。愣着干嘛？拿着。 哦，好。小姐，你别开车，别开车轱辘了，越开车轱辘越晕。你往前看，对，你看就好一点了。小姐，你慢点。 小姐，没事吧？那天我回到黄家后，一进门就知道出事儿。少爷，小姐呢？ 问我妹，少爷，你这干什么呀？兔崽子，敢调戏我妹！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真没有。嘴硬是吧？ 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是吧？没有，没有是吧？哥，哥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嘛呀？你给我进去！谁让你打他的？怎么着啊？还想替一个下人求情是不是？ 啊！你要是检点一点，一个下人敢挑衅你，他没有，他不是故意的。想进猪笼了是吧？啊！给我进去！进去！都给我把嘴闭上喽！
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我，我给你留下来，我给你留下来，我给你留下来。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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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你留下来。虽然我很讨厌别人家的东西，但是这才是一个下人该做的呀，兔崽子。 少爷，我今天就给你留点纪念，让你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下人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就躺在灵堂的地上。黄天雄还格外的好心，给我留下了一面镜子。 跟哥说了，这都不是故意要非礼我的，可哥就是不听。他还说他要把我关起来，等您回来了就把我沉到他家里淹死。我就害怕了。老虎不在家，猴子称霸王，啊？你这满身的威风，就知道冲自己家人耍，铁头戴了一个土匪面具，就把你给吓怂了。好。 那我就今天让你耍，我让你成为我的。黄红茹，把门打开！黄红茹，黄红茹，黄红茹，把门打开！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黄红茹，打开门呐！黄红茹，黄红茹，你究竟还有几张面具？我要一层一层的把你扒到底。我要看看你的灵魂到底有多么的肮脏。杨三杀的面具在黄红茹的手里，就算他和杨三杀没有勾结，但他至少知道杨三杀的去向。干脆啊，我们拿着面具直接找他问，看他到底怎么说。再给他机会往脸上贴金吗？ 我已经听够了他的狡辩，黄玉佳明明就告诉我，他跟萧金枝本来就是有私情。可是你听听他自己怎么说的，冠冕堂皇，委曲求全，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死了。
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跟他对峙的。要杀铁头的怕也是黄鸿儒吧？黄鸿儒如果知道杨三杀其实就是铁头的话，他最害怕、最担心的就是铁头会说出化妆面具的来源。他和萧金枝有私情在先，又报复在后。 又是谭家灭门惨案的唯一幸存者，现在化妆面具在他的手上被发现了。我实在想不出他能有什么样的合理解释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。少爷，我们收网吧，活剥了这个老东西的皮，用他的鲜血来祭奠谭家死去的亡灵们。剥皮？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我谭家几十口人的命，他只有一张皮，他抵得过吗？ 他从我谭家夺去的东西，我要让他一样一样的吐出来。我经历过的生离死别，亲人离散，我也要让他从头到尾的挨个经历一遍。从现在起，我谭振刚的使命就是凌迟黄鸿儒的余生。我要一刀一刀割去他所珍视的一切。 你带这么多人干嘛呀？我可告诉你，我们是来抓土匪的。这谁敢拦着呀？谁就是同党。不是何队长，我们医院有规定。少废话！哎，你们真不能进去！哎，你们不能打扰病人休息。人呢？人呢？把人我藏哪儿去了？说。 是刚还在的，走。顺总，哎，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，剩下的路啊就靠你们自己了。到了省城之后呢，会有人来接应你们。谢谢炳哥，炳哥的大恩，顺在记在心里了。 兄弟，后会有期了。临别之前呢，我想送你一句话：生活当中不仅仅有恨，还有爱，要打开心扉，换一种活法。大恩不言谢，后会有期。 现在化妆面具在他的手上被发现了，我实在想不出他能有什么样的合理解释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。少爷，我们收网吧，活剥了这个老东西的皮，用他的鲜血来祭奠谭家死去的亡灵们。哎，罗少爷，请坐。黄伯父。 我今天不光来看你，还是特地来给黄警长道歉的。哎，这话从何说起？要不是之前我一意孤行，非要让铁头去西医馆医治，他就不会有机会逃脱。如果当初我直接交给黄警长，就不会出今天这个乱子了。你知道就好。
这条走到今天这步，我是有责任的。伯父，这话严重了。这天底下含冤的人多了，有的成了窦娥，有的上了梁山，这人要走哪条路啊，还得他自己选，不能把所有罪责都推给别人。您说是吧？是啊，田兄啊，都是你啊，不善待下人，造成如今的恶果。 让开平的百姓和商铺都跟着遭殃。黄警长也是护卫心切，你也不用太过苛责他了。不管怎么说呀，天禄山的土匪是一窝给端掉了，你是居功至伟，开平的百姓啊，应该给你树碑立传。那倒不必，我也就是为了大家的经商往来有一个安定的环境。哦，对了，之前炳哥去省城办货。 我让他带回来一些小物件，都是省城那些姑娘最流行用的。我给黄小姐也带了一份。哎，没给我也带一份？下次一定。哎，田兄啊，啊，去把你妹妹叫来。哦。哎，这不争气的儿子，我为他的事儿。 真是愁死了！哎，干嘛来了？尹哥，顾小姐，你来了。你家少爷呢？我们家少爷一大早就出门了，走的时候比较匆忙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。他怎么了？匪都剿完了，也不见个人影。<笑>他是不是搬回家了？ 顾小姐，你也别怪我们家大少爷，夫人经历过上次事件之后啊，说什么也不肯让少爷住在商行了。我就知道，他肯定回去找美姑了。哎，哎，外甥女，这就走啊？哎呀，别烦我。哎，哎，不打扰了。我来了。来来来，你卢哥哥。 给你带带小礼物来，卢少爷，你们年轻人聊啊，我还有事要办啊。给你，谢谢卢少爷。拆开看看嘛，人家卢大少爷送你什么好东西啊？打开看看，看看你喜不喜欢。 喜欢吗？喜欢，太精致了。谁知道是不是古静文挑剩下的呀？卢长胜啊！ 卢长胜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！要回家了也不跟我提前商量商量。来，把这个放这儿吧。嗯，好的。 好点吗？嗯，那活你别做了，留着让下人做吧。啊，哎，阿妈。